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《飞翔的鸽子》第一集《乐极生悲》。外企雇员郝树明鸿运高照，中了百万大奖，兴奋之余邀请了几位老同学在家里相聚，一来庆贺，二来叙旧。宴会上杯盏交错，好不热闹。来，老三，来，八仙过海，七星高照，六星高照，输了，把酒一杯，好，喝。这人头马当白开水一样的喝，为庶民中百万大奖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我说老三，你们的酒令啊，太陈旧了，你看看。喝的是人头马，唱的却是八仙过海，这像话吗？是的，在座的呀，一个个都是外企白领，怎么说也要和国际接轨，至少也应该来个推陈出新，与时俱进啊！服务员大姐，酒令为我中华所有，纯属国粹，对，应当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像五子登科，六六大顺。代表着人类美好的愿望，所以继承原汁原味为好啊！对，看见什么黄油加芥末啊？不相信啊？你欧阳大姐来两句与时俱进的试一试。我去看看看好没有啊？这可难不倒我，小试牛刀，我唱两句给你听听。一举中奖，二进超市，三星手机，四杠桥。石鱼，蟹黄豆腐来了啊！大家尝尝啊！来，这东海石鱼啊，已经成了稀罕之物喽。哎，让小宝也来尝尝吧。淑华啊，真香！小宝在你书房里画画呢。小宝，出来！小宝，出来，咱们一块吃饭了。这孩子哪去了？哦，会不会在隔壁的阿婆家里？哎呀，这孩子老往阿婆家跑。哎，你们慢用啊！对，我把他叫回来。你们尝尝啊！我可等不及了。18+2+6+4=18等于多少？等于一。错，等于零。小宝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啊，鸽子。不对，鸽子怎么会吹口哨呢？我爸爸高兴的时候就吹口哨，可好听了。鸽子高兴时也吹口哨吗？嗯。小朋友，你们看。我手里拿的什么？咦，叔叔，我知道，是鸽子。真聪明。小宝，这只鸽子也能吹口哨吗？我不知道。会吹，当然会吹。等一会儿啊，叔叔叫鸽子吹给你们听。好。哎，小朋友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我不告诉你，你是陌生人。哈哈哈。我知道，你叫小宝，他叫小妹。不对，我叫晴晴。哦，晴晴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玩鸽子好不好？哎呀，别怕，鸽子它不咬人。晴晴啊，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我爸爸开车子的，好大好大的大卡车。哦，大卡车。哎，小宝，那你爸爸呢？我不告诉你。啊，我知道，小宝的爸爸呀，是在马路上扫垃圾。不对，不是扫垃圾的，我爸爸是在美国公司。晴晴，我妈妈在叫我了，不玩了，晴晴，我走了。那我也不玩了。哎，小宝，来，你干什么呀？小宝，你把鸽子放了，那才好玩呢。来，我真的、哎、拿着呀，真的能把鸽子放了。只要你告诉我，你爸爸他现在在干什么？我爸爸在家里吃饭喝酒，我家里来了好多好多客人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爸爸是在请客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呀？是你的生日吗？不是，爸爸中奖了。哦，中奖了？哦，叔叔猜到了，你爸爸中的是2块5块的奖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爸爸中了100万。哦，乖乖，拢迪懂啊，100万的大奖啊。
哎，小宝，啊，来来来，放鸽子。你爸爸中大奖了，叔叔也给你一个大奖，让你放鸽子，好不好？叔叔，你真的让我放鸽子啊？哎呀，真的，小宝，来，给你，来，拿好了，来，来，放鸽子啊！哦，我喊一边起啊，来，预备，起！啊，鸽子飞了，鸽子飞了！哎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。好玩就好，小宝啊，那叔叔明天再给你放三只鸽子，好好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叔叔。你渴了吧？嗯，来来来，我这有矿泉水，来，哦，喝点。叔叔，这矿泉水不好喝，很苦的。哎，怎么可能呢？矿泉水怎么会难喝呢？啊，来，再喝，再喝。妈，小宝来过没有？他没来过啊。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我们会找到的。哎，爸，小宝来过吗？别操心，放心吧。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没来过啊？我们会找到的。哎呀，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你们放心吧，会找到的，会找到的。再见啊。小宝。小宝。小宝。这孩子哪儿去了？阿姨，小宝，您在找小宝吗？哎，琴琴，你看到小宝了吗？刚才我和他一起在草地上玩，后来我要回家吃饭了，他和一个叔叔在玩。叔叔啊？哎，琴琴，这个叔叔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小宝和那个叔叔在玩什么？鸽子。鸽子？鸽子？哎，快快快，去草地找。哎，赶快。小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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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孩子真是的。别急别急，小宝不在啊，那个玩鸽子的人一定不是个好东西。哎呀，素芬啊，别慌啊，我们冷静下来想想，这小宝可能会到哪儿去。对对对，先别急，先别急。老三说的对，依我看呀，他去幼儿园的路一定是认识的。嗯，还有家乐福大卖场，你们不是经常带他去吗？对对对。哎，这样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和素芬呢去幼儿园，老三你陪树明去家乐福，怎么样？哎，好的好的，好，哎，走走走走。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喂，里面有人吗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快开门呐！哎呀，敲什么门呐？敲那么响啊，干什么？哎，师傅，哎，我们找小宝。对，你找小宝？哎，哎呀，老伯，我们家小宝有没有到幼儿园来过啊？对呀，今天放假你们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是就是他们来了，你也进不了门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素芳。你别着急呀，哎呀，他晕过去了，哎，老婆婆，快快快，哎，快来帮帮忙啊！就掐人中，掐人中，快快！哎哎，本店即日起儿童用品大。树明啊，你到三楼，我到四楼，哎，大门口汇合。哎，好，好，快！多买多送，最高奖金5000元。小宝，小宝，哎呀，你这个孩子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啊？妈妈，怎么了？妈妈，对不起，认错人了啊！小宝，跟住妈妈，别让陌生人拐走了，快点走。小宝，小宝，醒醒，醒醒啊！哎呦，这安眠药吃的太多了，看来这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。来，睡到小房间里去啊！哎呦。还蛮重的，这起码有40斤。男孩黄金价呀，让我算一算，这小子值多少黄金？一斤用2两黄金来算，40斤就是8斤黄金。我天哪，8斤黄金得多少钱呀？40万呢？呵呵，你爸爸中奖100万，我拿40万，不多不多不多，这还算公平。小子，你呢，痛痛快快的睡，我呀要去你家里看看你家的情况，这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好了，好好的睡吧啊。欧阳大姐，老三，嗯，你们已经2天2夜没睡觉了，都回去吧。
单位里老师请假也不好。哎呀，小宝还没有找到，就是，我们怎么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啊？还有什么心思上班呢？啊，秀明，我还是到火车站守住进出口。哎呀，用不着去火车站了，现在交通那么发达，坏人要是把小宝带出上海，也早就带出去了。我前思后想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被拐走了，一种呢是被绑架了。只要人还活着，被拐走的就是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找回来。嗯，被绑架的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要把他赎回来。哎呀，真是乐极生悲呀！要不是吃饭，小宝也不会丢。就是，树明，真是对不起你。不不不，欧阳大姐，这同你们没有关系，别这样说。我已经做好了破财消灾的思想准备。啊，素芬还在贴寻人启事，我去帮帮她。哎，寻人启事？怎么，嫂子，你们家丢孩子了？哎，对。哎，你看到过一个男孩吗？虎头虎脑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穿蓝色童装的。哎呦，嫂子，他不要被绑架了啊？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们家无冤无仇。哎呦，嫂子，这绑架不一定要有冤有仇啊！赶紧去报警。哎，应该去报警啊！哎呀，到底报警好还是不报警好？我吃不准呢。那倒也是，如果这孩子走失了，报警好啊，让警察帮着找找啊。对对对，这如果要是绑票了，这报警可就不好了。这报了警，这绑匪会撕票的。那怎么办呢？素芬，素芬，哎，你婆婆来了，让你快回家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哎，嫂子，你这手里头还有几张寻人启事，我帮着你去贴。哎呀，谢谢你，啊，太谢谢了。谢谢啊，没关系，谢谢啊。素芬，你除了哭还会做什么？你一哭小宝就回来了。来来来，都给我坐下。哎呀，素芬别哭了，大家别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坐下都坐下，听淑明妈说。这两天两夜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啊？我们四个人找遍了大街小巷、车站码头、超市商场。这么小的小孩会这样乱跑吗？我们在小区周围贴出了40多张寻人启事，在东方网上和新民晚报上也发布了寻人启事。都是些书呆子，丢掉的小孩有几个是靠寻人启事找到的？你们认为小宝真的是丢失了？我看是落入歹徒之手了。对了，是不是你中了奖逢人就说呀？妈，没有没有啊，单位的同事一个都不知道我中奖。嗯，那你报警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为什么不报警啊？妈，我们研究权衡下来，决定暂时不报警。为什么？我们担心，万一小宝是被匪徒绑架的，报警之后会撕票。天哪，我养的儿子怎么一点不像我呢？前怕狼后怕虎的。哎，小宝如果真的是被绑架了，那就更加要报警了。哎，妈，千万不能报警。不行。要保住我孙子的性命，只有依靠刑警。你们不报，我去报。嗯，妈妈，妈妈。哟，小子，你醒了？哎呀，乖乖，睡了两天两夜呀，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。叔叔，嗯，我要爸爸妈妈。哦，要爸爸妈妈。我有你们家里的电话，等一会儿啊，我会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的啊。现在啊，先吃葱油饼。嗯，好香，呵呵，吃饱了再说啊。我不吃，我要妈妈。嗯，你不吃葱油饼，你就吃生火，听话，来吃。不吃。啊！是不是？妈妈，别哭。小宝贝儿，你要你妈，我要你。对不起，那我只能把你的小嘴给封起来。这一双小脚还蛮有力的，我只能把你绑起来啊！告诉你，我还要把你妈、把你爸在火上烤两天，因为心里越是憔悴，越是肯听话。小宝贝，放心。我会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的啊。素芬，快听电话啊。喂，这里是郝家。喂，哎，你们家的孩子失踪了是不是啊？
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我在三官堂桥下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。是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。他姓什么？他说他叫宝。哎，小孩，你叫什么？哦，他叫宝宝。他长得什么样？虎头虎脑的，大眼睛大耳朵。脚上穿的是蓝边旅游鞋。袜子是白色的。谢谢你，让他听手机好吗？哎，好的。哎，小孩，你别跑啊！你妈妈叫你听电话。喂，喂。哎呀，哎，我到三官堂桥去看看。树明去报警了，你还是在家里守电话。我和老三一起去。老三，哎，咱们快点。好。哎，探头。哎，营救郝小宝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啊？啊？什么？有不妥吗？这里是文化馆，吵死了。万一小宝是被绑架的，人来人往呢，不会引起犯罪嫌疑的注意。再说，这儿离郝家近，便于联系嘛。好，探长，哎，你们来了。是啊，我跟馆长商量了一下，办公室设在这间房间里。嗯，闹中取静，你看怎么样？嗯嗯，哎，这个房间原来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是老馆长的办公室。老馆长呢，退休了，当了顾问，他难得来。嗯，好，真够保密的啊。正宗的松的烫鸡啊，哎哎哎，还有生蛋的啊，来来来，看一看啊，这刚生的蛋还烫手的呢。哎，大姐，你要鸡？哎呀，鸡我不要。哎，我问你，你看到过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吗？哎呀，这儿走过路过的小孩多着呢，我没注意这个。哎哎，你们是不是来找小宝的吧？是啊，是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刚才就是我打的手机。哦，哎呀，谢谢。哎，孩子在哪儿？哎，孩子就是给这个卖鸡的人领走的呀。是吧？卖鸡的啊。哎，他跑了。哎哎哎，让开让开，别跑别跑。卖鸡的，那个躲躲开点，别跑。哎哎，他把他拦住，把他拦住。看见我哪跑？哎呦，哎哎，干嘛跑啊？你拉着我干什么呀？我的鸡逃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我在追鸡呀。哎呦，我的鸡呀。我告诉你，这位阿姨说小宝给你领走了。是不是你领走了啊？宝宝，那是我的儿子，我当然要领走了。哎，那孩子呢？孩子在哪儿啊？交出来！哎呀，宝宝，宝宝！哎，爸爸！哎，看着你，你看到的是这个孩子吗？哎，就是他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天哪，他怎么那么像小宝啊？啊，我在这追鸡，你们追我，你们倒是把我抓住了，可我的鸡抓不着了，你们赔我！好好好，我赔，我赔。那给你30块钱，够了吧？哎呀，阿姨。怎么能叫你赔呢？啊，不用赔了，我赔，我赔，不用赔了，赔不用，不用赔。哎哎，鸡我抓住了啊，拿。哎，左边，小军啊，嗯，哎，你们两个先把手头的活放一放，集中力量参与营救郝小宝。是，绑架涉嫌孩子的生命，不能有片刻的延误。小乔，嗯，你把基本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。啊，好，郝小宝，男，今年6岁半。父母呢都是外企雇员，祖母叫乐芝兰，原来是一家国营大厂的纪委书记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哎，有这样一个情况啊，这个小宝的奶奶呀，乐芝兰提供的啊，他在当纪委书记的时候呢，曾把犯罪贪污的党委委员、财务部长送进了监狱，判了20年刑。哦，那个财务部长叫什么名字？叫丁世发。当时丁世发15岁的儿子发誓要报复仇，曾经当面对乐芝兰说过君子报仇10年不晚的话。那现在他正好是25岁嘛。而丁世发服刑前对儿子唯一的叮嘱就是要养好家里的鸽子，他们3代都是养鸽子。一个养鸽子的叔叔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哎，现在正好是第10个年头。嗯，这小宝失踪已经2天2夜了，没有任何敲诈的动静，是不是纯属报私仇啊？可以这么理解的。嗯，还有第二个线索，啊，是小宝的父亲郝树明提供的。郝树明说他读初中的时候啊，最要好的同学隋火根早年的经商腰缠万贯，可是前几年啊染上了毒瘾，还为此跟妻子离了婚，后来家产全部败光了。那他们两个人已经好多年没有联系过了。哎，但是郝树明得奖的那天，隋火根突然找上门来了，
向他借钱。郝淑明呢就给了他3000块钱。那个水火根啊还嫌少，结果两个人不欢而散。哎，那那个水火根知不知道郝淑明中了100万大奖？知道啊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喏，郝淑明领奖突然遇到他，那他高兴嘛就脱口说了出来。所以后来郝淑明给他3000块钱，那个水火根还嫌少。哎哎，我认为啊不可能是这个人绑走了小宝。为什么？哎，你们看啊，吸毒的人一般见老，哎，这拿鸽子的是叔叔，对不上号啊。哎，但是如果是这个人绑架了小宝，那么此案就更具危险性了。哎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相识的，犯罪嫌疑人呢为了保护自己，十有八九有杀害人质。哎，如果吸毒客绑架小宝，目的一定是为了钱，对不对啊？嗯。但是已经2天2夜过去了，还没有人来要钱呢。嗯，在目标没有明确之前，多种可能都是存在的。那我们不能坐等犯罪嫌疑人露头，是吧？嗯。我们要根据掌握的线索主动出击，拖延一刻就会增加一份危险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绑匪身在暗处隐而不发，小宝生死未卜，郝家焦躁不安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。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《飞翔的鸽子》第1集《乐极生悲》。